在有请皮卡弟弟给我们现场直播，要隆重。你写信的开头是的内容，童话的结尾，你是理所当然的奇迹，你是月色真美，你是圣诞老人送给我好孩子的礼物，你是三千美丽世界里我的一瓢水，所以让我再靠近一点点，因为你太温暖，我会再变得坚强一点点，因为你太柔软，召唤无名指金色的契约，给彼此岁月，说好从今以后都牵着手，因为要走很远。牵着手。